人法第三十八条，请宣读委员王玉敏等十七人、时代力量党团委员钟孔昭等十七人、委员林淑芬等十八人提案条文及各委员党团所提修正动议条文，请宣读。委员王玉敏等十七人提案第三十八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雇主或事业单位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劳工特别休假：一、一年以上三年未满者七日；二、三年以上五年未满者十日；三、五年以上十年未满者十四日；四、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给一日，加至三十日为止；五、六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由中央主管机关以办法定之。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三十八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一年以上三年未满者七日；二、三年以上六年未满者十四日；三、六年以上九年未满者二十一日；四、九年以上十四年未满者二十八日；五、满十四年者，第十五年起每年应给休假三十日。委员钟孔昭等十七人提案第三十八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三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应给休假四日；二、一年以上未满三年者，每年应给休假七日；三、三年以上未满六年者，每年应给休假十四日；四、六年以上未满九年者，每年应给休假二十一日；五、九年以上未满十四年者，每年应给休假二十八日；六、十四年以上者，每年应给休假三十日。劳工到职日之隔年一月一日起，得与雇主协商按前上之标准，依比例计给特别休假后，改采历年制累计特别休假日数，雇主不得拒绝。劳工于非自愿离职时，当年度之服务年资，应按第一项之标准，依比例计给特别休假。委员林淑芬等十八人提案第三十八条，雇主会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六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四日；二、一年以上三年未满者七日；三、三年以上六年未满者十四日；四、六年以上九年未满者二十一日；五、九年以上十四年未满者，每年应给休假二十八日；六、十四年以上者，每年应给休假加至三十日。委员陈英等三人所提修正动议第三十八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左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半年以上一年未满者三日；二、一年以上三年未满者七日；三、三年以上十年未满者十四日；四、十年以上十五年未满者二十一日；五、十五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给一日，加至三十日为止。雇主应依前项各款规定，于劳工指定之期日给予特别休假，但劳工指定之期日给予特别休假有妨碍事业正常营运时，得变更之。雇主依前项规定变更劳工特别休假期日者，于年度终结或终止契约而未休之日数，应发给工资。特别休假年度未休完之日数，得递延至一年行事。委员钟孔昭等四人所提修正动议第三十八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三个月以上应给休假四日；二、一年以上未满三年者，每年应给休假七日；三、三年以上未满六年者，每年应给休假十四日；四、六年以上未满九年者，每年应给休假二十一日；五、九年以上未满十四年者，每年应给休假二十八日；六、十四年以上者，每年应给休假三十日。劳工到职日之隔年一月一日起，得与雇主协议到职当年按前上之标准，依比例计给特别休假后，改采历年制累计特别休假日数，雇主不得拒绝。劳工于非自愿离职时，当年度之服务年资，应按第一项之标准，依比例计给特别休假。雇主应于劳工到职满三个月时，及每年度之前，与劳工协商排定特别休假日期。日期，雇主无企业重大事由，不得要求劳工同意变更。委员李彦雄等三人所提修正动议第三十八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左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六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三日；二、一年以上三年未满者七日；三、三年以上六年未满者十四日；四、六年以上九年未满者二十一日；五、九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给一日，加至三十日为止。
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委员会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半年以上一年未满者4日；二、一年以上三年未满者7日；三、三年以上6年未满者14日；四、六年以上9年未满者21日；五、九年以上14年未满者28日；六、满14年者，第15年起每年应给休假30日。特别休假日期应以由劳工优先指定为原则，雇主不得拒绝，但雇主有急迫之需，应与劳工另行约定休假日期。特别休假因年度终结或终止契约而未休者，雇主应给付工资。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之日期以及未休假所发给之工资数额记载于第23条第二项所定之劳工工资清册，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以书面通知劳工。雇主违反前项规定者，推定其未与劳工各款之特别休假，劳工得请求给付加倍工资。委员陈一鸣等4人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半年以上一年未满者7日；二、一年以上3年未满者14日；三、三年以上5年未满者17日；四、五年以上10年未满者21日；五、十年以上15年未满者28日；六、15年以上者，每年30日。委员林淑芬等3人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6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4日；二、1年以上3年未满者7日；三、3年以上6年未满者14日；四、6年以上9年未满者21日；五、9年以上14年未满者28日；六、14年以上者，每年应给休假加30日。特别休假日期应由劳工优先指定为原则，雇主不得拒绝，但雇主有急迫之需，应与劳工另行约定休假日期。特别休假因雇主急迫之需或劳工个人因素导致年度未休完之日数，得递延至1年3月底前行事。特别休假因年度终结或终止契约而未休之原因可归责于雇主者，其因休而未休之日数，雇主应加倍发给工资。委员蒋万恩等4人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雇主或事业单位每年应依左列规定给予劳工特别休假：一、6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由中央主管机关以办法定之；二、1年以上3年未满者7日；三、3年以上5年未满者10日；四、5年以上10年未满者14日；五、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给1日，加至30日为止。前项规定所称工作满一年期间之计算，应以劳工任职或服务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为限，并自劳工受雇当日起算，适用本法前已在同一事业单位工作之年资合并计算。第一项之特别休假之形式，应由劳雇双方协定排定之，未能协商或协商不成时，以劳工指定日期为行使特别休假者，雇主不得拒绝，但雇主或事业单位有营运及不上之需求且另行安排特别休假期日，对劳工显无不利益者，不在此限。劳工之特别休假因年度终结或终止契约而未休者，其应休未休之特别休假日数，雇主或事业单位应发给工资，但雇主或事业单位能举证未休之特别休假，系可归责于劳工之使有者，不在此限。委员林静怡等3人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雇主或事业单位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劳工特别休假：一、3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应给休假4日；二、1年以上未满3年者，每年应给休假7日；三、3年以上未满6年者，每年应给休假14日；四、6年以上未满9年者，每年应给休假21日；五、9年以上未满14年者，每年应给休假28日；六、14年以上者，每年应给休假30日。劳工请休特别休假于预定休失休日之14日以上前提出申请者，雇主不得拒绝。劳工到职日之隔年1月1日起，得与雇主协议按第一项之标准依比例寄给特别休假后改采历年日累计特别休假日数，雇主不得拒绝。劳动契约终止时，劳工当年度之服务年资应按第一项之标准依比例寄给特别休假。劳工当年度之特别休假日数于该年度终结或终止劳动契约时未休毕者，应休未休之日数应由雇主寄给为工资。
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委员会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左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6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3日；二、1年以上3年未满者7日；三、3年以上6年未满者14日；四、6年以上9年未满者21日；五、9年以上者每年加给一日，加至30日为止。特别休假之日期应依劳工自愿排定，但该日期有碍企业正常营运之余者不在此限。特别休假得递延至隔年休毕。特别休假如有下列情形而未能行使者，应发给工资：一、劳工已请求而遭雇主否准者；二、终止契约。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6个月以上1年未满者3日；二、1年以上2年未满者7日；三、2年以上3年未满者10日；四、3年以上5年未满者每年14日；五、5年以上10年未满者每年15日；六、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给一日，加至30日为止。前项之特别休假起日由劳工排定之，但雇主基于企业经营上之急迫需求，或劳工因个人因素得与他方协商调整，雇主应于劳工符合第一项所定之特别休假条件时，告知劳工依前2项规定排定特别休假。劳工之特别休假因年度终结或契约终止而未休之日数，雇主应发给工资。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之起日及未休之日数所发给之工资数额，记载于第23条所定之劳工工资清册，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以书面通知劳工。劳工依本条主张权利时，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应负举证责任。中华民国105年12月6日修正之本条规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亲民党立法院党团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一定期间者，每年应依左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半年以上1年未满者3日；二、1年以上3年未满者7日；三、3年以上5年未满者10日；四、5年以上10年未满者14日；五、10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给一日，加至30日为止。特别休假日期应由劳雇双方协商排定之，但有妨碍事业正常营运时，劳雇的协商再变更之，为特休假假期内之工资应由雇主加倍发给。特别休假该年度未休完之日数得递延一计形式。特别休假因年度终结超过递延期限或终止契约而未休者，其应休未休之日数，雇主应发给工资。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院会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定期间者，每年应依左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6个月以上未满一年者3日；二、1年以上3年未满者7日；三、3年以上6年未满者14日；四、6年以上9年未满者21日；五、9年以上者每年加给一日，加至30日为止。特别休假日期应由劳工优先指定，雇主或事业单位不得拒绝，但雇主或事业单位有营运及迫上之需求者，应与劳工另行约定时能更改休假日期。当年度特别休假得递延至1年3月底前行事，劳工之特别休假因年度终结或终止契约而未能休毕者，其应休未休之特别休假日数，雇主或事业单位应加倍发给工资。但雇主或事业单位能举证证明未能休毕特别休假，系可归责于劳工之事由者，不在此限。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院会所提修正动议第38条，劳工在同一雇主或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满定期间者，每年应依下列规定给予特别休假：一、半年以上1年未满者4日；二、1年以上3年未满者7日；三、3年以上6年未满者14日；四、6年以上9年未满者21日；五、9年以上14年未满者28日；六、满14年者第15年起每年应给休假30日。特别休假日期应由劳工优先指定为原则，雇主不得拒绝，但雇主有急迫之需，应与劳工另行约定休假日期。特别休假因年度终结或契约或终止契约而未休者，工资应加倍发给。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之日期以及未休假所发给之工资数额，记载于第23条第2项所定之劳工工资清册，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以书面通知劳工。雇主违反前项规定者，推定其未与劳工各款之特别休假，劳工得请求给付加倍工资。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发言，有十二位委员登记，我们也同时截止登记。我们先请吴志扬委员发言，吴志扬委员不在，接着请柯建铭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差不多已经接近尾声了。所有关键条文在这条以后，后面的只剩下罚则。但是在这地方，我们我还是要讲一下，民主进步党的干事长吴炳瑞委员，将来冲突中啊、哦，那整肋骨可能是骨折或是断裂，那个有可能造成气胸。那现在送医，当然我相信我们非常佩服吴炳瑞委员，一直撑到这最后一条还离开。那今天我要在这里讲，就是说，民进党当然有配套，过去我们没有特休，行政版本没有特休，但是呢，我们后来再提出特休，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所有配套做得非常完整。对于刚才谢永明委员讲政治，我们不会讨人情的。假如说政治用讨人情，但是缘木求鱼。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道理，是立法专业性以及严谨性。我们两个系统完全不一样。你要讲一段，然后我们讲个整个修法配套完整性。我记得蔡英文总统在当陆会主委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有名，这是一个西瓜与凤梨两个不同的比喻。我希望时代力量你们是一个新兴的政党，但是我希望你们夜深人静的时候花一两个钟头把民进党版本重新再 review 一下。我觉得所有口舌之争可能马上要结束了，但是在这里我要讲特休。今天这个特休，所有人都知道，一定要看得到、吃得到。所以，对于看得到、吃得到的部分，朝野都没有意见，这是今天一大成就。今天花了五个半钟头，唯一的成就就是特休，就特休看得到、吃得到。民进党版本很清楚，特休劳工优先。然后劳工雇主之间只要有需要调整的话再去协商。第二个是什么？雇主有告知的义务。第三个就是看得到吃得到，因为过去是因为特休都看得到 吃不到，所以现在规定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劳工没有放假或是要离职的时候，雇主应就是强制你要补给人家。当然，施政亮有提出，就是在这个版本上面，再把这个接下来请林静怡委员发言。林静怡委员没有不发言哈。接下来请蔡益瑜委员发言。
好，蔡议员也不发言了哈。接下来请李鸿钧委员发言。主席，还有各位同仁，针对劳基法第38条，亲民党再次表达亲民党的立场。首先，我们亲民党是绝对反对砍七天假，但是为了要照顾劳工，让他们也有特休假，所以在朝野协商的时候，有增定出工作的年资满半年以上，那一年未满者有三日的特休假，并提出特休假看得到也吃得到的条款。但是亲民党党团反对砍七天假，我们认为七天假跟增加特休假这个是两码子的事情。所以一个劳工在公司的年资越高，他的特休假当然也会越多，但是换了一个公司，年资就要重算。所以在一个社会工作有十多年的劳保年资的劳工，换了一个公司年资未满一年，然后没有两个例假，同时砍了七天假，请问怎么用特休假来降低他的所谓的年总的工时？另外，根据这个劳动部的4月28号来卫环委员会的报告，高达58%的部分的工时的劳工没有特休假。那台湾目前部分的工时的劳工已达到40万人，其中学生占了将近有40%，家庭主妇也将近有22%。劳动部于去年对雇用时薪劳工较多的行业，如旅馆业、餐饮业、加油业，还有零售业等，发所谓的专案的这个劳检，那违法的比例将近高达21.64%。那总计的罚款将近5700多万，所以其中没有给加班费、没有给例假日、特休假的工资最多。如果连现状都无法改变，砍了七天假，多了资深劳工的特休假，却吃不到，又有什么用？所以，亲民党针对我们的劳工要看得到，也要吃得到，我们修了以下的这些条文：第一，特休假由劳雇双方协定排定之，但有妨碍事业正常营运时，这个劳雇的协商再变更之。只是原本特休假改成要工作的话，工资应由雇主加倍发给。第二，特休假今年没有休完，可以延后一季再休。第三，特休假今年没有休完，再延后一季没有休完，或者是劳工离职，雇主应给劳工工资，以弥补无法特休假的休假。这是我们亲民党表达我们亲民党的立场，在此做一次。接着请徐又明委员。我想特休假就两个部分，一个是看得到，另外是吃得到的这边。下午政党协商的时候，刚才有委员批评说时代力量不参加，就我印象所及，只要是院长召集的协商，我们都一定会到场。那下午的协商其实长达6个小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这个后来也放进民党的修正动议里面，大概有2项，就是关于能不能保障这个特休能休得到。那我想这个对于整个劳动体制的是非常大的贡献，这边也感谢各个党团的支持。第一个是雇主应将劳工每年特别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数所发给之工资数额，记载于第23条所定之劳工工资清册，并每年定期将其内容以书面通知劳工。第二个就是举证责任的问题，劳工依本条主张权利时，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应负举证责任。我相信这个对于台湾的劳动体制其实是一个进步，这个也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那另外关于民党的关于时代力量版本特休的版本，其实刚才
柯总召有尝试理解，那我大概就直接把它呈现出来。我们不是说后来跟公务员一样，我们是从头到尾，除了半年应该有四天之外，其实整个体制是希望跟公务人员一致。我们已经砍了七天假了，我们想要照顾年轻的劳工。其他党团版本提出三天，其实在下午政党协商的时候慢慢收拢收敛，大家都同意其实应该给予四天。各位想想看，砍了七天给他四天，其实这已经不算是一个施舍吧，这个是我们真的想要照顾年轻劳工。所以我一直说为什么不能支持我们的版本让它成为四天。那当然很多人讲说，那后面这些像公务人员看齐靠拢，这是企业没办法。其实劳动部的报告也说出来，我们大部分在单一企业时间不会像公务人员这样待那么久，所以有很多大型的企业或是他待比较久，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他跟公务人员一样的待遇？我相信这也是各党团未来长期想要努力的目标。所以我们这边恳请，是不是能支持时代力量版本，让年轻人满半年就有四天。其实我们前面的通过这个，我们实在是觉得不能接受。接下来请林长佐委员。我想也到后面的尾声了，我稍微再一次讲一下刚才那个国定假日的部分，有点可惜啦。大家好朋友啊，4月7号乃拢的忌日，言论自由日。我相信足侪好朋友拢会想讲，咱的国定假日哪有这天，应该是就正常、就应该的才对。那既然我们已经砍掉这个国定假日七天假，我希望讲，接着大家一起努力来推这个国定假日法，那把很多符合台湾现在的价值的这个日子，把它定下来，那而且也能够保障劳工还有这个国定假日的这个权利。适当的这一个国定假日的天数的权利。好，然后在这边我想在这特休这一块，当然我们也是要这个感谢在这个党团协商的过程里面，把时代力量的一些修正动议有纳入。那这一块其实我在这边要特别强调，就是其实时代力量在这里，我们其实最希望的就是经过讨论以后，把很多我们认为很重要的这一些提议议案可以被纳入啊。但是有的时阵，国民党呐占主席台的时阵，时代力量我们有不同的运动策略，我们没有一起站的话，就被国民党的人说哦，我们是民进党的附属组织。啊，但是咱若是想要讲用辩论的时阵，小可哦有动气的时候，大家脾气相向的时候，我们又要被人家讲说是国民党的同路人。迪雷加，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也到了现在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冷静的下来想一下，我们在所有的辩论场合里面，可能动气，可能会有用一些不好听的话，但是我相信讲吼，大家唔免讲甲伤咸啦。啊，我们也不会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尊重时代力量的主体性啦，卖。袂真袂着讲你国民党嘅同路人，因为你无甲因做伙占主席台，啊，要不就是讲吼辩论的时候讲较咸，就讲你是民进党嘅附属组织。我想吼这一种话能省的话是比较好啦。那大家当然，我觉得这个气话讲过了，也不要再一直这个
永远要再回来讲这件事。然后后面我想一下，就是最后哈，请大家记得，我们这一次修法真正影响最多的是133万，还有再放这个7天国定假日的。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拢已经无伫放这个7天假啊，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已经周休二日。那劳动部的这个计算就是133万人，其实最辛苦的这些人，我们就是为了他们在拼。今天最后通过的版本，这些人会不会帮到？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朋友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亲友啦，我自己都有啦。工时长到工作到半夜住院，从公司直接送去住院，我相信在场的人一定有一些朋友是这样。接下来请蒋万安委员，蒋万安委员不在现场，请洪慈庸委员。哎，主席，各位同仁哦，讨论到38条哦，其实就如同刚刚时代力量这边感谢的哦，其实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这个看得到吃得到这一块，那也感谢各个党团的一个支持哦。那其实时代力量的一个主张哦，一直是要比照公务人员，我们希望把这个放假全国一致这个层次拉到说，未来我们在修订任何一个假的时候，都能够跟公务员的这个权益是一样的。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全国休假一致的部分呢，这个特休假的一个日数，刚刚永明老师也拿了哦，就是我们希望他的一个日数是能够跟现在的公务人员一样哦，1年以上到3年未满的话是7天，3年以上6年未满是14天，6年以上9年未满是21天，9年以上14年未满是28天，那14年之后每一年给加1天，然后直到30天。那其实，在卫环委员会，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讨论，不管是家庭照顾假或是有薪的病假，其实我们很多的委员都在讨论说，是不是有家庭照顾假要比照公务员一样要给薪，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部分哦，其实我们是可以从现在做起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假能够慢慢的跟公务员能够一致，那才可以真正的去做到我们的承诺，就是我们全国休假一致，而不是说我们要砍假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跟公务员一样，我们要砍。但是我们要给假的时候，我们就说没有，我们没有办法跟公务员一样哦，这是条件上面的不平等哦。那我们现在不管是年金改革或是给假的部分，我们都希望不要因为职类别而有差异，我们希望慢慢的把大家的条件都给到一样哦。所以这是时代力量的一个立场，那所以也恳请哦各位委员的一个支持。那我想今天虽然走到这边哦，花了很多的时间哦，但是我想这个过程里面还是有一些委员有在听时代力量在讲什么，那也非常的感谢哦。那但是我想这个部分哦，还是要希望能够大家给劳工多一点多一点的一个保障跟福利。以上，谢谢。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在这个条文讨论的过程当中，委员会我曾经做过第一次的说明。那在今天下午的协商当中，我们继续秉持着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报告的精神，能够往前多推一寸，给劳工多一点点保护，就往前多推一寸。那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本来针对于特休假看得到也吃得到，在立法上面啊的设计，我们稍微做了一点点的妥协。他那个妥协，我本来是希望说，在他没有登载在工资清册的时候，这个时候除了发生举证责任翻转以外，还能够让
劳工再多请求更多一倍的工资。那不过后来劳动部他们希望把最后再多一倍的工资的那个部分啊拿掉。我必须跟大家报告的是，我当时的确陷入了长考，是要坚持本来的立场，还是接受这个妥协，能够再多推进一寸。那最后我们接受了这个妥协。那我也要感谢民主进步党、中国国民党还有亲民党的朋友，能够对这个立法的设计都予以支持。那也因此写入了目前民主进步党针对第三十八条后面倒数的第二项跟第三项条文的内容当中。那我会觉得这个设计是看得到、吃得到非常重要的内容。那第二个部分，接下来的发言呢、是可能要针对未来看到这个条文的时候，不管是关心的法官、律师，还是所有研读法律的人，在看到倒数第二项说劳工依本条主张权利时，雇主如认为其权利不存在，应负举证责任。那我之所以要特别说明是，今天下午我也点出来了，这个法条这样撰写的方式，跟我们目前就举证责任的反转，在其他法律里面规范的体系不一样。我们本来希望写的方式是，劳工依本条主张权利者，由雇主就其权利不存在，负举证责任。那比较会符合现在立法的模式。那不过最后已经愿意写成啊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再坚持下去。那只不过说，对我们未来在整个研究法律的过程当中，这个条文到底是怎么来的，还是要把它说清楚比较好。那至于说前面天数上面啊的主张，我相信我时代力量的同仁在前面都已经说过，那我就不要再赘述了，谢谢。接下来请陈怡民委员，陈怡民不在。接下来请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发言了哈。好，报告院会，我们现在开始第三十八条进行处理。针对本条之表决顺序为：一、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二、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三、亲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四、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五、委员陈颖等三人修正动议条文；六、委员钟孔照等四人修正动议条文；七、委员李彦秀等三人修正动议条文；八、时代力量党团委员会之修正动议条文；九、委员陈一鸣等四人修正动议条文；十、委员林淑芬等三人修正动议条文；十一、委员蒋万安等四人修正动议条文；十二、委员林静怡等三人修正动议条文；十三、国民党党团委员会之修正动议条文；十四、委员王玉明等十七人提案条文；十五、时代力量党团提案条文；十六、委员钟孔照等十七人提案条文；十七、委员林淑芬等十八人提案条文。我们依序进行表决后，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我们现在开始处理，我们现在开始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针对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2人，赞成5人，反对5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接下来表决啊，那个苏志芬委员跟民进党党团的意见是一致的哈，列入公报记录。接下来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针对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0人，反对5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接着表决亲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针对亲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林委员代话声明，对刚才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宣告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3人，反对5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亲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接着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针对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59人，反对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宣告第38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我们继续处理第39条，请宣读。民进党党团提案第39条、第36条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条所定之休假及第38条所定之特别休假，工资应由雇主照。